哎，不开心呀、啊？你今天也没有不开心呐、啊，反正就是有一点小失落，因为今天出来好不容易看两只特别心动的手镯，但是呢价格谈不下来。什么样的手镯？谈一天都没谈下来吗？就是这两只啦，你看一下嘛，这只手镯是不是在山里面特别的少金，而且这只料子的话，种水肉质都是其实特别漂亮的，它是带那种金丝绿的，好不好看？ 妈，这只手镯一看就不便宜，一看就好贵。但是东西是真的漂亮，而且这只的话又是一只小圈口，哎呀，还有这一只，来来来，这只也漂亮吧？这只的话是一只57圈口的冰种，带草水绿花的一只。宫圈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特别冰是不是？对，好冰。东西非常的好，价格也非常的漂亮。哎，这两只手镯呢，给了价格，给了这么多，他还是不愿意卖，我也是醉了。 东西是好看，但是看见好看的呢，我也是走不动路的，然后就不想放弃它。哎呀，姐姐们呀，你们说这两只，哎呦，还愿不愿意再加呀？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但是呢，老板娘还是不卖，好难过哦。